小水真的不是我害死的，我记得她死的时候，被人在脸上画上了笑脸，所以是微笑杀手害死了她。 微笑杀手，微笑杀手是震惊王城的连环杀手，这些年害死了不少人，他会在死者的脸上画笑脸。我现在最想做的，就是赶紧找到这个网站的站主 ，A。 因为他不仅创立了这个混蛋网站，他还杀了我的妹妹。 妹妹是小水，是三野的助理。她不是被微笑杀手杀死的吗？微笑杀手就是 A。 如果你们当中谁是 A， 或者你们知道谁是 A， 告诉我。可以放了其他人。